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带我们来到神迹时刻的时间。谢谢耶稣，现在我们一样就是将我们的心然后安静下来，分别为圣在你的手上。主，谢谢你这段时间是你带领着我们，就是不论你给我们的话语、你的画面、你的感动、你的医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这一切都是单单从你而来，没有掺杂人的思想，然后也没有掺杂人的智慧。谢谢耶稣，因为我们愿意就把这个时段分别为圣，就在你的手上，你来亲自对我们说话。谢谢主。好的，今天很开心，然后我们一样要来分享，就是我们神迹时刻的见证。然后其实我们蛮多见证，包含那天在听 Q&A 的时候，就是有一位弟兄姐妹有分享，他就说他很感谢主，有的时候他是在上班的时间听到神迹时刻，他觉得很神奇的时候是神迹时刻他不只是针对身体上的医治，每当他在边做工作的时候，一听到神迹时刻的当下，他觉得神就利用这个时间来对他说话，给他智慧，给他答案。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所顾念的。然后同样的，我们也有弟兄姐妹，他有分享，他就是他听我们之前的神迹时刻，他说感谢神，听完了，整个头痛也都好了，头痛竟然不见了。他说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使用这个时间，你使用我们。然后你的爱是完全的，然后你的医治也是完全的。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弟兄姐妹，他一样在神迹时刻上面有分享，他说感谢神，孩子的爸爸的前列腺癌得医治，还有完全康复，然后有平安健康又有喜乐。谢谢耶稣，谢谢耶稣，真的就是一切在神手中的那个感觉真的很好。谢谢耶稣，就是我们不需要靠我们的力量，然后我们只要单单的将我们的害怕、我们的软弱，然后交在你的手中，然后你还亲自为我们预备这个时刻，然后你就是要听到的人，就这样单单的可以得医治、得恢复、得建造。好，谢谢耶稣。然后我们一样，就是开始之前，我们来对我们亲爱的耶稣，我们来祷告。亲爱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谢谢主，主孩子，孩子一样举起自己的手。谢谢耶稣，就是你每一次每一次，你都可以让我知道这救恩是白白的，一切都是白白的。主，感谢你，就是因着你在十字架上面你完成的工作。谢谢耶稣，我已经因信称义。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你给我这个因信称义义人的身份，我不用很努力做得好，因为早在我还是罪人，就是我一切都做不好的时候，你都已经为我上了十字架。谢谢耶稣，因为我是这么这么的珍贵。主，谢谢你。然后从现在开始，我一样，我愿意跟你学习，我不将我的眼目转向身边的环境或人事物。耶稣，谢谢你，因为你就是我脚前的灯，你是我路上的光，我单单的仰望你，而且我因着你十字架完工，我愿意跟你宣告所有一切义人的祝福。主，谢谢你，我愿意领受，谢谢你。然后你继续打开我灵里面的眼睛，然后你给我更多的智慧跟启示，你让我更多的看见你，然后知道天父爸爸你的心，单单的我沉浸在你的爱里，然后带出天父爸爸你的良善，一切都够了。谢谢主，谢谢主。然后你继续在这段时间，你来亲自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来做大事。谢谢耶稣，我们期盼所有不管是有死人复活、瞎眼的得看见、耳聋的得听见、瘸腿的能站起来行走。主，谢谢你，这一切都是单单因着你的恩典。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孩子非常的兴奋，等待未来有更多的见证在这个时刻来分享当中。谢谢耶稣，谢谢主，谢谢你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感谢主。然后今天我们一样还有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恩宠教会又有全新的恩典诗歌。然后这首歌它的歌名叫做宣告。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就是你给我们的身份，你让我们可以单单对着你，然后将神的话语宣告出来。好的，然后这首宣告的经文出处是来自于诗篇42章。好，如果现在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拿起我们身边的圣经或手机，然后我们一起来将42篇宣告出来。谢谢耶稣。好的，1、2、3，我们一起来念。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着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令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在42篇，然后你让我对着你，因为你的荣光照耀着我。好，谢谢主。接下来我们一起用这首新的宣告，然后来敬拜爱我们的耶稣。谢谢耶稣。
仰仰望你，你笑脸帮助我，我要宣告耶稣，我的平安，耶稣，我的医治，耶稣，我的供应，你是我一切所需，耶稣你是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我的心啊，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应当仰望神，因为我的救恩从耶和华而来。拯救从耶和华而来，亲爱的耶稣，我们祷告，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灵魂的真实，要成为我们物质界的真实。当你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就真的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就已经过去，新的事情已经来到。神，你说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宣告你的话语，我们完全的相信你的话语可以越过风暴，可以胜过环境。你的话语也凌驾在战争之上，也凌驾在疫情之上，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真实。谢谢耶稣，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医治我们。主，我们进到你的里面，我们与你合而为一，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灵魂是更新的，因为我们重生了，我们的灵重生了，以至于耶稣你如何，我们在世上现在也可以如何，因为我们与你合而为一，我们的灵重生了。祝福我们的心思意念，抑制情感，激励想象力，创造力，我们的自由意志都能够与神你的话语对齐，你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不是感觉，而是神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现在就命令我们的感觉要顺服神的话，神说什么，那就是真理。我们敬拜你，在圣灵里面，在真理的里面，在你的话语的里面。谢谢耶稣。你只要一句话，我们就得救了。你只要一句话，我们就得医治了。你只要一句话，环境就改变了。每个人都会得着从你而来的一句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粮食。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然后我们的领受团队有领受到，是不是你最近的人生当中，你要做很多的决定，然后或者是你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然后有一点迷惘，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行。如果你现在有一样的状况，然后今天我们的团队有领受到一个异象，然后我们有看到就是一艘船，它是平静安稳的在海洋上面，然后它那时候的天色它看起来是它是黑色的晚上，然后但从这个画面领受到里面的小船其实它自己有点慌张，然后有点迷惘不安，然后感觉不太安全，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是行在那个惊涛骇浪的地方，感觉旁边像是暴风。可是在意象当中，就是其实那个画面月亮其实一直是照在海上形成道路的感觉，所以小船它是很平静安稳的，其实他一直都走在神预备的道路上面。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也许你现在有生命当中有很大的不安全感，然后你觉得很迷惘，然后我们用这个意象希望来进到你灵里面的眼睛，让你看见。然后我们领受的经文当中，在出埃及记13:21，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主，谢谢你，谢谢耶稣，你给我们这个意象。也许我们的感觉很真实，我们以为我们是那个晃动的小船，不知道方向如何，然后觉得很迷惘，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今天亲自用这个意象还有你的经文当中，你来告诉我们，孩子不用担心，因为其实我就是你脚前的路，我就是你脚前的灯，我是你路上的光。就是你以为是晃动的状况，其实没有，其实你现在就是行在我为你预备的道路当中，而且白天我用云柱来引导你，夜间我用火柱然后来光照你。你要知道不用担心，因为你现在走的道路当中就是我带你走的道路，所以你不要担心。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奉耶稣救命，所有一切现在神要亲自挪去那个很不安全那个迷惘的感觉。谢谢耶稣，如果现在你有这个感觉，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不安全感还有疑惑感的迷惘感的，现在就从我身上完全离开，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的道路，我早已经行在耶稣基督为我预备的道路上面了。谢谢耶稣，你打开我灵里的眼睛，你让我看见我是那艘船，而且我是平静安稳的走在你的道路当中。谢谢耶稣，你给我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确据，你让我知道我每跨出一步都是你亲自来带领的。谢谢主，谢谢主，你将平安放入每一个需要听见的人心中。谢谢耶稣，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然后我们有团队领受到，就是也许有的人，就是你常常活在一个，就是你好像是一个失败者的这样的角色里面，就是你时常会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我觉得我做什么好像都做不好，每次我觉得我想努力，但我觉得我总是失败，好像我还没有跨出去那一步的时候，我已经定义我自己就是那个失败者。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不论你觉得是在你的关系上面，还是在你的工作上面，任何时候就是你有一种你很想要不断的证明自己，然后你想要让大家看见你的好，今天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然后你觉得自己常常做不好很失败的人，今天耶稣他要来亲自光照你，亲自光照每一个人，因为你知道你是天父爸爸他真爱的宝贝，非常非常珍贵的宝贝。然后我们领受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好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如果你的生命当中，你常常会不小心，就是把自己的错误放到很大。今天耶稣他要来亲自对你说，孩子，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我独一无二的创造，你是按着我们三位一体。你是按着他们的形象，我们神的形象所造的，你不需要和别人去比较，因为你就是那个最珍贵的孩子。我看你是圣洁，而且是无可责备。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状况，现在我们有领受到，就是天父爸爸他要让我们现在面对我们自己的心，现在你可以将你的手摸在你的心上，你来亲自用耶稣的话来告诉自己，我不需要很完美，我接受我现在的自己，我是天父爸爸所创造的，我是天父爸爸所创造的，没有人能够取代我，没有人能取代我，我接受每一个我的不完美，我接受每一个我的不完美，因为我知道有耶稣带领着我，因为我知道有耶稣带领着我，我就会越来越像耶稣，我就会越来越像耶稣，我不用跟别人比较，我不用跟别人比较，因为天父你打开我的眼睛，天父你打开我的眼睛，你让我看见独一无二属于我的好，你看见我独一无二
属于我的好，所以没有人可以取代我，所以没有人可以取代我。谢谢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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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我舍命，你为我舍命，所以我现在愿意，我原谅我自己，所以我现在愿意原谅我自己，我也愿意和我自己和好了，我也愿意和自己和好了。因为天父你看我就像看耶稣一样，因为天父你看我就像你看耶稣一样，所以我就是耶稣有的圣洁，所以我就是有耶稣的圣洁，我就是有耶稣的富足，我就是有耶稣的富足，我就是有耶稣的怜悯，我就是有耶稣的怜悯，我就是有耶稣的喜乐，我就是有耶稣的喜乐。谢谢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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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我自己交到你的手上，我将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上。谢谢主，谢谢主，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是神的义，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是神的义，我就是宝贝的，我就是宝贝的，我不是失败者，我不是失败者，因为耶稣不会失败，因为耶稣不会失败，我就不会失败，我就不会失败，因为耶稣得胜，因为耶稣得胜，我就是个得胜者，我就是得胜者。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孩子，将一切这个宣告交到你的手上，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名，所有一切那个定罪感的失败者，觉得自己做不好的，觉得自己怎么做都错的，现在从我身上完全退去，没有办法来控告我，因为我愿意选择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自己。谢谢主，谢谢主，我愿意与我自己和好了。谢谢耶稣，谢谢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和好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健康，因为我们的心不敌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心不再控告我们自己。
谢谢耶稣，你要使我们跟我们自己和好，我们不再控告自己，不再定罪自己。谢谢耶稣，我的心稳妥无比，在你的里面有完全的平安，我的心是平安的。心是稳妥的，以至于我的身体也是稳妥的，是平安的。因为你的话语说，我是神所亲爱的，以至于我可以安然入睡。我安然入睡，是因为我们是耶和华所亲爱的，我们是耶和华所宝贝的，这是一个身份，这是一个身份，被爱，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就是耶和华所亲爱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安息，我们的心可以安息，我们的心有平安。上帝现在要对你的环境说，静了吧，住了吧，止了吧，所有的攻击安静停止，风暴就停了，因为耶稣的一句话，风暴就停了。奉耶稣的名宣告，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上帝要为你开江河，要为你打开机会的大门，在没有道路的时候，他为你开道路。你以为没有门了，你以为走投无路了，但就上帝可以凭空打开道路，为了你专属于你的道路，专属于你的大门，专属于你的位置，专属于你的机会，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以前没有这个东西，那是上帝为你创造出来的，创造出来的职位，创造出来的机会，创造出来的生意，以前没有，但是上帝为你打开了。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然后我们有团队领受到，是不是也许有的人就是在这一阵子，就是眼目可能也许是在新闻上面，还是有人的口中，然后突然有一阵子那种惊恐，然后那种不安的恐惧感进到你心。也许可能有的人是担心供应，觉得有缺乏感，有的人是看到现在很多市面上面怎么东西越来越贵，他会很担心那往后的日子该怎么办。然后有的人可能看着这个世界有在打仗，很担心，就觉得我会不会要面临这样子的状况。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如果现在就是如果你也是有深陷不自觉的这个恐惧当中，今天耶稣他要来亲自将平安放到你会恐惧人的心中，他要你知道，也许这世界上是有苦难，但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世界。就是也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我们不像这个世界的孩子，因为我们是被分别为生出来的。谢谢耶稣。然后我们在领受的经文当中，在马太福音10:30-31，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因为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是非常贵重的。主，谢谢你，你来挪去孩子那个心里面那个缺乏的惧怕感，或者是那个动荡不安的那种担忧感。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来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然后你让我们现在就能让自己心安静下来，平静在你的那个平安当中。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因为世界上的人无法把真平安赐给我们，唯独你，只有你耶稣。谢谢耶稣，你来亲自做工。谢谢主，你让我们不害怕，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完全不用害怕。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在你的里面摆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不能震动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那就是神的国在你的心里。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你是在另外一个空间的，因为你在你里面有一个神的国，是不被动摇不被震动的。因为神说他给你的平安不是世人给你的，是人不能拿走的，那个平安不能震动，就在你的里面，让你的心是稳妥的，让你的脚步是稳妥的。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然后我们有团队领受到，就是也许有的人他是有糖尿病的症状，就是你为了这个糖尿病，然后你很辛苦，你每天要控制你的血糖，然后也许它已经影响到你整个的末梢神经，然后你会觉得我好像每一天每一天都有虚弱的感觉。主，谢谢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如果现在就是如果你是有糖尿病的症状，或者是你还没有被宣告成糖尿病，你的血糖有不稳定的状况，然后或者真的你已经影响到你整个的末梢循环，然后你觉得好像越来越不好的人，现在你可以将你的手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你身旁有人就是他已经被宣告为他是糖尿病的患者，他终身必须要很辛苦的照顾自己。如果你有现在这样子，或你身旁的人，然后我们一起，然后我们可以举着手来为这样子的人祷告。亲爱耶稣，谢谢耶稣，主，谢谢你，谢谢你，主，谢谢你。我们不知道就是有哪些人有像糖尿病的状况，或者是血糖不稳的状况，但主，谢谢你，因为你今天你让我们领受到你要医治像糖尿病的患者，那我们就领受。谢谢耶稣，亲爱耶稣，谢谢耶稣，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因着耶稣基督你经历的鞭伤，你的每一边每一边，不论是在耶稣你的身上，还是手，还是整个脚上，所有你每个全身上下，你都为了我留下了保险，
亲爱的耶稣，谢谢耶稣，主谢谢你因着你的鞭伤，奉耶稣基督名，所有一切就是有糖尿病的症状、糖尿病的患者，还有血糖不稳定，甚至整个末梢循环很差，影响你觉得整个的身体状况的人，谢谢耶稣，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命令所有一切那个糖尿病的症状跟疾病从我们身上完全退去，离开，离开，离开。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血液、血糖，我们都和耶稣完全交换了。耶稣，你说交换了就是交换了。耶稣，你现在在天上是健康的，我现在就是与你交换，我就是健康的。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让我们的就是所有一切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值、他的血液的含量，所有一切都恢复到你所造的那个美好的次序当中。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让每一个有症状的人不再一直定睛在自己的症状上面，只要看着耶稣，因为每一边都是完成的。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上帝跟我们讲一句话的时候，我们相信了，就不要动摇，因为那一句话，它就会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去说，哎呀，怎么没有感觉呢？神说他的话语是超越感觉的。你可能祷告完以后，你领受到一句神的话，但你就觉得，哎，怎么没有？但你就是要说，撒旦退去，谎言退去，谎言症状退去，因为上帝说有就有了，上帝说有就有，我就是相信到底。让你的魂相信神的话语，以至于神的话语可以影响到你的身体，可以彰显出来，可以改变出来。你是先有了医治，以至于你外面有健康，是在你的里面你已经先丰盛了，所以你外面会彰显出来有钱，所有一切都是从里面彰显出来的，因为耶稣已经给你了，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富足已经充充满满的放在你的里面，在你的灵的里面。你就是相信，你就是相信，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奉耶稣的名，我要祝福我每一个人得到了神的话语，这句话语就可以彰显出来，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在你的身体、你的器官的里面，彰显在你的物质的环境，彰显在你的工作当中。谢谢耶稣。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然后我们在领受团队有特别的领受，就是我们今天耶稣他要亲自医治关于有皮肤过敏的症状，特别有像湿疹，就是你怎么样擦药，怎么样看医生，他就是反复反复的觉得一直很痒很不舒服，然后影响到你生活作息。然后包含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免疫系统失调的人，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然后我们现在一样来亲自为这一些，不论你是有皮肤过敏的症状，也许是因为现在作息失调而过敏，也许是因为你反反复复，你会常常不定时的就会有这种很不舒服影响你作息的状况。然后现在如果你是这样的状况，你一样可以将你的手按在你常常容易就是发作瘙痒然后你需要擦药的地方，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谢谢你，亲爱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说成就是成了，你说医治，医治就是完成。主谢谢你，孩子现在把所有一切关乎在整个的皮肤的过敏状况，还有包含尤其是像连医生觉得都有点难治疗根治的那个湿疹，孩子交到你的手上。主谢谢你，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你让我现在就是一样亲眼看见你为我的整个人全人，我的皮肤，你每一边那个血液被打到，然后整个血液冒出来的，留下你宝血的每个皮肤。谢谢耶稣，主，谢谢你，你为我的皮肤整个皮开肉绽，整个皮开肉绽，就是为了我现在所有一切，不论是我整个的过敏状况，还有湿疹，还有瘙痒，甚至有各种不同的癣症，就是要我这一刻因着耶稣的鞭伤，就是可以完全得医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现在所有关乎在你皮肤状况上面会有定期需要擦药的，还有免疫系统失调的状况，主，谢谢你，谢谢你，你来亲自，你进入我们的免疫系统当中，因为你的话语那个力量，它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骨髓之间。主，谢谢你，因为骨髓那个地方就是来制造我们免疫系统的地方。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因为你说成了就是成了，我的免疫系统已经跟耶稣完全交换了。谢谢耶稣，你给我从你而来的免疫系统。谢谢耶稣，我的免疫系统恢复完全的正常，我不会因为虚弱，因为作息，然后我就容易感冒，容易得到不好的疾病，完全不会，因为我有属天的免疫系统，我因为有属天的免疫系统，我就有健康的皮肤。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主。然后我愿意因着耶稣的名宣告，我知道我的皮肤就是会如因返老还童。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我看着你，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俊美，我也是如此的俊美。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一样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刻，然后在这个时刻当中，我们可以沉浸在你的爱当中，然后将你的话语宣告出来，然后给每一个需要听见的人。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使用我们，然后在神迹时刻当中穿越时空，帮助每一个需要听见神话语的人。谢谢主，谢谢主。然后同样我们鼓励大家，就是你一样在神迹时刻当中，你觉得你的生命明显就是被建造被恢复，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状况，你觉得对，我真的不疼痛了，然后怎么跟医生说的不一样了，我是活在耶稣里面，因为我已经得医治了。欢迎大家，就是你将你的见证分享出来，就是我们一样就是要见证复制见证。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孩子一样就是把这个时刻交到你的手上。主，谢谢你，我们每一步走在你的道路里面，就是当你让我们看见就是那个超级霹雳棒的那个神迹。谢谢耶稣，我们也很期待，然后也很兴奋，因为我们愿意与你一起同工，因为这一切的神迹不是从人而来，乃是单单耶稣因着你的爱，然后你的爱就带下那个彰显大能的神迹同在。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来拯救这世上还有失丧的灵魂，你亲自一样可以用神迹让每一个人看见神迹，就看见耶稣，然后愿意来 接受我们这么棒的耶稣基督。谢谢耶稣，谢谢主，谢谢你爱我们，然后我们也很爱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